熊猫写危机，国家公安局宣导短片，明日驾驶者Look, 看。第二个 L 是 listen, 听。T 是 think, 想一想。ABC 与大力是 always, 永远。作者何昭老师，廖真佑老师。It's warning for you and me, 给你我的忠告。LLT and A as warning for you and me 给你我的忠告。请各位看下列记录电影片段，这是我们从前在户口导入的情形。你看我们多威风啊，现在就不需要学生导入。车侯赛雷走到马路口时，一定要念着 LLT and ABC 这六个英文字，并要找到三个力大无穷的巨人的其中一个，或在有交通灯、斑马线、路桥、地下道的地方才可以过马路。有意外发生，千万不要忘记，你们千万不要忘记，要怎么办呢？我知道，要记下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码嘛。完全说对了。我的主人很喜欢周电影。台北县立中山国中。我的主人很喜欢音乐。廖真佑老师，你家住在你心里。熊猫写危机录音。再见了，此次片段结束。非常谢谢你看我的电影。中华民国86年。谢谢收看，下午再见。谢谢你。再会。拜拜。拜拜。制作人熊猫小姐。制作人钢琴先生。